吃鸡翅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孙叔叔，老婆说想吃鸡翅，今天特地买了80只鸡翅，满满的一筐，给他做个黄金脆皮炸鸡翅。先给鸡翅改个刀。先把鸡翅腌制一下，准备点葱姜，倒上料酒，再抓捏出葱姜汁，抓好的葱姜汁倒进去，加点食盐，再来点胡椒粉，少来点蚝油，给它抓捏均匀。抓捏均匀，给它腌制一会。盆里面打几个鸡蛋，加入适量的淀粉，倒入一碗牛奶，把鸡蛋打散，调成这样，拉成线状就好了。把鸡翅上面的水分挤一下，现在把鸡翅放进去，裹上面糊，把鸡翅抓均匀，都裹上面糊，准备点面包糠，锅中倒油，炸鸡翅，现在开始炸鸡翅，先裹上面包糠，小火慢慢的炸，防止大火给炸糊了，分次用小火慢慢炸。好了，炸成这样就捞出来。每次炸完都把这个面包糠打掉，现在把鸡翅再复炸一遍，好了，把表皮炸成这样就好了。最后来点辣椒面，开吃。先干一杯，来，好。美得好。这黄金鸡翅怎么样？自己看外酥的呢。这外酥里嫩，吃起来够味的。好的好。
最香最香的就多吃这个。嗯。来，喝个杯，好家伙，干杯！吃好就今天就吃。这样好会干了，好。对，放冰。